后一个问题，下次到了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生病业，关于这个业果的理论呢、啊，是佛法的基本。基础理论，不管是暗传、淡传、难传，都非常重视。在淡传佛教里边，在前行的这一部分呢，有四共四不共。其中呢，就有在四种共同的前行中呢，其中就有生信业果。那从我们汉传佛教来说，那生信业果。这也是非常基础的部分内容。那么关于这个业力的思想呢，其实也不是佛教特有的。在印度的早期，在奥义书以来，就有关于业力的结果。这是奥义书，奥义书里面有两种思想是，一种就是业与轮回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修行解脱。这个业与轮回啊，修行和通过修行啊，解脱轮回啊，这个两种思想并不是佛教所特有的。印度的这个宗教啊，也都有这一方面的内容。当然，对于解脱不解脱啊。这个宗教的修行啊，是不是真正达到解脱啊？那么这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么关于命理轮回的思想呢，在印度从奥义书以来啊，这个宗教都谈到，各家都谈到。当然，在理解上是不一样的。那么，一般讲到轮回啊，多数呢都会提出一个，就是轮回的主体。这个主体就是灵魂，或者是神我。那么业力在这里边的作用是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就是起到一个附属的、推动的、这个轮回呀、啊，推动的这个生命的主体呀、啊，是轮回的作用。那么认为生命有这样的一个。主宰的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这种主宰的力量啊，这个基本上也是这个宗教啊都共有的共同的。那佛法的业力说呢，
般的宗教所说的业力思想是不太一样。佛教是讲缘起，讲无我，这是佛教啊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佛教讲轮回，不需要有一个轮回的主体。佛教讲业力，这个业力的缘起啊，是需要依赖因缘因果，是建立在缘起的基础上。这个道理啊，其实是蛮深奥的。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主体，有这样的一个轮回的主体啊，那么在解释轮回方面就会比较容易，就是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，这个神火啊、灵魂啊，就不断的经历轮回，身份虽然不断的在变化，但是这个主体是没有变的，这个主体是没有变的。可是我们的佛陀啊，在菩提树下发现的这个世间啊，这些有为的现象啊，都是缘生缘灭，在因缘所生的这个世界中呢，它是没有我，没有这样一个固定不变的载体，所以佛陀提出来无我。但是呢，它又不影响轮回，无我的轮回观啊，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。当然，这个道理啊，你们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是如果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，我们确实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因为在我们生命缘起的生命现象中，确实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固定不变的载体。固定不变的恒常一种主宰的力量，生命确实就是一种缘起的现象。生命啊，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无尽，在无尽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呢，经验的积累，生命是无尽生命延续过程中呢。所以就我从我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，我们现有的心情跟我们小的时候的成长有关系。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一生跟我们前身有关系，前身又跟前身有关系。哪一种生命形态啊，哪一种生命的元素啊，都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个积累的结果，都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积累的一个结果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感觉在我们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啊，其实最核心的力量啊，也就是行为，也就是业力。
从佛法来说，这个业力的思想啊，在佛法中呢，它的地位非常重要。从我们个人的生命体来说，业力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现有的生命体的它的核心内涵。比如说，这个佛法讲到生命的延续啊，通常是就是指我们就是我们有心生命的延续啊，通常是用破业苦来说明，也就是破业苦果。那过呢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永不结咯。业就是一种行为，这个无明跟行是一种什么关系？其实无明跟行啊，无明跟人的行为啊，它是很难截然的分开。无明跟行啊，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这就像什么道理呢？就像一个傻瓜看了一遍法术，你说这个傻瓜跟法术能不能分得开呢？它是分不开的。那么行跟识，我们平常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中啊，这个行跟识啊，似乎也是两个东西。识好像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一个载体，识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载体。事实上，我们生命有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载体呢？其实无我的生命观啊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载体。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着不稳定啊，因为是无常的、无我的、缘起的，它并没有一个。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载体。那我们的种种精神活动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的种种精神活动呢，事实上是我们的行为的结果，也就是每一种精神活动呢，它都是每一种，就是每一种相应的行为的结果。这个就像什么道理呢？比如说一个人他有贪心，贪心很重，那是因为他经常贪的结果。一个人嗔恨心很重，那是因为他经常嗔恨的结果。一个人我慢心很重，那是因为他经常我慢的结果。一个人很慈悲，那是因为他经常都在培养这个慈悲心啊，所以他就形成了这种慈悲的。慈悲的心情，那么这个哪种慈的形成啊，事实上离不开他自身的造作，离不开啊。
它就能造作。当然这个道理比较深奥，我理解起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们理解起来呀、啊，但可能还有点问题。这是一种原始的生命观。所以死也是属于一种行为的结果，也就是一种业力的结果。所以业决定一切，这个世界啊，业决定一切，业创造一切。也就是生命的行为决定了生命的存在，生命的行为决定了生命的存在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做什么，你将会是什么？你想什么，你每天想什么，那你就会变成什么。你做什么，你就会成为什么。因为你的行为就在培养你的每一种行为，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就在培养你的不同的生命的素质。而这种生命的素质 在培养这种生命的这个因素。而这种生命的因素啊，它会影响你的生命，或者呢会成为你的生命的主导力量。所以这个原始的生命观啊，它是具有很强的塑造性，它是可以改变的，它是充满着这种不稳定的、是变动的。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我发现呢，这个业啊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就是人的行为，就是有情的行为啊，其实它是我们生命的，决定我们生命的核心力量。比如说无意是我们生命的基本要素，就是作为我们有情生命体的基本要素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那么这些基本要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也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业行、不同的行为啊，不同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。当然是算生命的形态，生命的这个生命的现象是很复杂的，生命的现象很复杂。像白马平的论里面讲八十种基于因素，也是对我们的心理的因素所做的分析啊。有各种不同的，就是作为我们生命形式的存在啊，它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，但是每一种因素啊，都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积累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活动的形式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现有的积累，我们现有所积累下来的。这个生命的素质啊，生命的形态啊，也是千差万别的。那么其中最关键的
只要还是在因为我们的这个行为的不同呢，就是我们的行为的不同，这才是最关键。你每天做什么，你每天想什么，所谓行为业力就是不外乎就是思想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、身体的行为、生考虑三业。我们每天想什么，我们每天做什么，我们每天说些什么。一方面呢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想些什么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做些什么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说些什么，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这是一定有心理基础，一定是有心理的因素作为基础的。没有心理的因素作为基础啊，你就不会去想，你就不会去说，你就不会去做。所以这就是平常我们说的三句话对于本禅，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。你想什么，你为什么会想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会去做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这种情绪，因为你有这种想法，那也就是因为你有这样一种心理因素。如果没有这种心理因素啊，你是不会去做的，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当我们在讲的过程中，在做的过程中啊，他又在商量我们的某一种心理因素啊，比如说有的人他会感情很丰富，他不断的在商量他的感情，或者很有爱心，或者很有嗔恨心，或者很狭隘，心胸很狭隘。这个呢，都是因为他的，也都是代表着他的生命的一个积累。那么因为有形的生命不同啊，它就会形成了不同的生命的力量，各种各样的力量，各种各样的念头，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。然后每一种因素呢，它都会成为影响或者是主导我们未来生命的一种力量。因为这种不同的力量啊，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啊，当它产生作用的时候啊，它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生命的存在的形式。那么这个形式呢，那就是六道轮回。因为作为每一个生命，生命中的每一种力量，它是源起的。这种原始的生命观啊，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不长不断，相似相续，就是每一种心的联系啊，都是不长不断。不长就是不是长恒不变的，任何一种心理力量啊，它都不是长恒不变的。任何一种心理力量啊，他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无缘无故的自己就断掉了，不会的。这种心理因素，他如果没有通过特殊的因缘，比如说我们通过忏悔啊，还是通过修行啊，他不会自己没有掉的，不会自己消失的。所以他是不缠不断。那么他的表现形式呢，是相似相续，相似相续。这个相似相续啊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就像流水啊。那么在我们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啊，那么这些生命力量呢，它就会相似相续，奔流不息。那么我们有形生命的存在啊，是
事实上它的本质也就是内在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力量的存在，我们有形生命的元气啊，事实上也就是内在的生命的这些各种力量的这种元气。当然各种力量的元气呢，在这个生命元气的过程中啊，当然有的力量比较强，有的力量比较弱。那么在一级生命中啊，它对某一种力量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。那么这种不同的这个业力啊，当然成熟的时候啊，它就造成了轮回，造成了轮回。那这个轮回也就是六道轮回。那么这个六道轮回呢，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业力，这个业力啊，当它产生作用的时候，某一种业力啊产生作用之后和产生的结果，产生的结果。所以轮回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核心的力量，它的主要的力量还是业力。那么生命的无尽的延续啊，一体一体的转化，比如我这一级生命结束了，然后接着下一级生命又出现，然后下一级生命结束了，然后下一级生命又出现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只要是随着它的这个，就是不同的业力在不同的时期啊，不断的成熟。所以在三十论里面有一句话叫做“前一熟即尽，故生一熟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面的果报结束了。然后呢，新的一种业力啊，又成熟了。然后这种业力啊，去招感果报，然后果报结束了，然后另外一种业力的因缘又成熟了，它又不断的推动着我们的，推动我们有情啊，不断的去招感果报。所以作为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体来说，这个业力啊，它是我们现有生命体中的最核心的内涵，它是对我们的生命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就是我们的行为是决定一切的，所以业决定一切，业创造一切。当然这个道理比较深奥，你们先大概知道一下，这个业力的思想是很深奥的。那么佛法的这种三世因果啊，六道轮回啊，都是建立在业力的基础上。那次第法门它也是建立在业力的基础上，这个四谛法门它就是解释了两种因果啊，两种因果就是一种是杂染的因果，一种是清净的因果。那么杂染的因果就是由有情的这种过业苦啊，过回业导致的这种杂染的人生，这个形成的这种轮回。那灭和道，灭力和道力啊，就是解除轮回。苦和集，就是轮回是怎么形成的？有情的痛苦的人生是怎么形成的？那灭力和道力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解除这个轮回。那么这个解除轮回啊，它主要是以这个八正道。然后你就发生到佛陀给我们提出了一套解除轮回的方法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整个三乘佛法的修行啊，它也是建立在业力的基础上，也是建立在业力的基础上。比如说人天成它是要以这个五戒十善的修行啊，招感了这个人间的果报，
内修行呢，他自己出离心，作为心，最后呢才就解脱佛。然后这个过程中呢，他要通过戒定慧的书，那还有菩萨道的修行也是一样，菩萨道的修行是以菩提心为心，还有无上菩提，以佛陀所成就的无上菩提呀、为果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六度万恨，六度万恨的行为啊，也是心。菩提心、菩萨行为心，这个解脱。那么成就无上菩提啊，是结果。成就无上菩提是结果。所以整个佛法，不论从流转，还是从华灭的角度来说，都是建立在业的基础上。我们要相信这个业，也就是我们要相信人的行为、人的想法和人的行为啊，它对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形成的这样一种作用、关键作用的、核心的作用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，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业果，那我们可能就会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比较负责任。因为我们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命运的形成啊，理解不同啊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一样啊，可能也会形成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行为。你比方说像那种唯物论啊、无因论啊，他认为人死如灯灭。那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呢？那么他不相信善一定是有善报，恶一定是会有恶报，他不相信善的行为一定会给你带来快乐的结果，不相信恶的行为一定会给你带来痛苦的结果啊。那他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比较负责任，因为跟我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们深信这种因果的道理，那一定不敢干坏事。因为每一个人，这个还是在乎自己的未来啊，没有哪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未来的。那么如果相信这个神创造一切，那神创造一切，那也就是我的行为只要我向谁交代，那就是向神，我要向谁负责，我的行为应该向谁负责，那就是要向神，就是我只要神满意就行了。但是如果是佛教呢，那就不一样。佛教讲的是这个业力，那么业力就是说这种每一种业力啊，必然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结果。你的命运是取决于你的业力。就是因为你的命运啊，是取决于你的业力啊。那么我们这些业力就会小心谨慎，那就会小心谨慎。所以对业果的生命不一样。
是佛法信仰的基础，是佛法信仰的基础，这个是很关键。所以对这个业的信的程度，这个信的程度是很重要的。你说像世间上的人，比如说像农民，他在春天的时候播种，种水稻啊，还是种蔬菜呀、他为什么会去种呢？因为他相信他种的水稻秋天一定会有收获，他种的菜他一定要长出来，那么他才会去努力。那如果一个农民他不相信这个播下这个种子啊，秋天可以变成稻谷啊，那他还会去种吗？他一定不会去种的。但是人体的生命观是很复杂，它并不像这个种蔬菜呀、这么简单。它是很复杂的，但是也不是不可以理解。我们现在讲佛法的讲三世轮回啊，很多人听起来比较困难。听起来比较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的是外在的轮回，外在的结果。比如说你干了一件好事，或者干了一件坏事，这个将来能够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报应？但是呢，因为现在的人啊，都受到这种唯物论的教育啊，你给他讲这种未来的报应啊，他可能不太容易相信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心情的结果上来说明啊，可能就会比较容易。从心情上来说明，说明这个业力的结果啊。因为每一种行为，它都会产生内在的和外在的结果。所谓内在的结果呢，就是我们每一种行为的本身啊，都在商量我们人性的某一种力量。我们每一种行为啊，我们每一种想法，每一种行为，都在商量着我们生命的某一种力量。这个道理我们经常都在说啦，比如贪心啊，是在商量这种生命中的贪的力量；嗔恨心呢，是在商量生命中的嗔恨的力量；自我呢，是在商量生命中的我执的力量。自卑呀、就是在商量我们生命中的自卑的力量，就是你每一种心情都在商量你生命中的这种不同的力量，而这种不同的力量啊，它直接就是伤害你的生命的力量，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不好的心情啊，它就会帮助我们培养很多负面的情绪啊，而这种负面的情绪呢，它就是当它一旦产生作用的时候吧、它就会不断的伤害我们，而这样的一些心情的力量啊，它将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素质，它将会成为我们的人格的基本因素。那么这个对我们啊，影响是很大的。其实这种内在的力量啊，比外在的结果其实更重要。那么这种内在的力量的产生、在形成啊，多数人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在这个现实中可以看到，你看有的人贪心特别重，有的人嗔恨心特别重，有的人烦恼特别重，所以他们就会活得很苦啊，很累啊，这个道理谁都能看得到的。
就是所以说，我说讲这个因果啊，可以不只是从外在来说明，同时啊，也可以从内在，从生命内在的力量的形成来说明。那么身心业果啊，也是这个修行啊，五恶行善的根本，是善法，身体善法的根本，那也是五恶的根本。因为我们知道呢，恶的力量，我们这个干坏事，我们动不善的念头，会给我们的生命啊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？会给我们造成痛苦的结果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起心动，我们动善念、行善事，会给我们生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们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身心不一的话，我们自然也就会死恶行善。那么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良好的生命素质，每一个人也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命。那么如何改善生命？那么也就是根据这个三层教法。如果我们相信身心业果啊，我们自然会生病。这个三层的教法，他的修行啊，这个自然能够帮助我们佛的成就啊，三层的圣果。所以呢，关于这个业力的思想是非常的重要。Yeah.